这把是妖刀哦，极易斩。真的是极易的。哎呀、哦！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破坏地形啊？三门锁。你刚干了什么？我对他点右键，然后他就爆了。你拿什么东西点右键？雷电法杖。你雷电法杖上一集麦吉刚点过，你还点？哎、欸，还好啦。泥土吗？炸掉了符文而已，不参加的符文。然后那个什么、哦、维修机，你看白又在犯同样的傻，谁知它会坏掉？我还有防撞，上一集炸掉我们房子还不够吗？装的，你这个，哎，开播了，开路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没啊，来，开路，开路，三二一。Hello 啊！刚刚小白又犯蠢了，他拿雷电法杖点地板啊！小英啊，敲你个头！啊、我们给一下。滴滴滴！那个想知道详情的，请通告我的名下。滴！你那叫制造噪音。我的画面没有拍到耶、yeah, 感谢悟星耶、yeah! 不用感谢不用感谢，那个要来知道详情请看我的脸早哎、欸、你爸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挑战盖亚，盖亚没有错、yeah. 欸、还好箱子没炸掉，不然我们就要就要吃大便了，慢慢合成上去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再来该怎么做？我们要怎么召唤那个东西？我先给你下贱之心。好，我们首先要盖一个信标，然后还有和谐之音是什么？那个像喇叭的东西，那是用来模仿。你不要乱按，白，你不要再乱按了。那还好，那是模仿生物的声音。哦，模仿，好烂啊！模仿，那算是好玩的、啊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模仿苦力帕斯的声音啊。有那个骷髅的声音耶、哦、你是点谁啊？点你啊，你点那你拿来给我，我看点你会变什么。点完就是骷髅啊，它上面显示骷髅啊。哦，点玩家应该不会有反应。你看骷髅就这样，对对对，可以模仿，你可以模仿村民啊，然后就等。那个悟性，这个是拿着喇叭去点你要的生物，是这样吗？对，续加右键或右键吧、啊。男朋友、女朋友可以。右键。对啊。哦、不能。有些应该是不行，可能要原版的生物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鸡。鸡。神奇的小东西。拜。在哪？一堆鸡的声音。我的智商告诉我不能理会低级的人，他叫我停止去理会，不然我会变得跟他一样低级。来啦，我们准备去试试看盖亚，虽然说我们的装备应该是可以碾压吧，可以吧，应该可以吧，但多吃点金苹果咯，是可以啊，那我就不做任何补救措施咯。好，因为通常我们可以放那个补血花，有沒有，就是麦基做的那个补血花，天降诅咒，没有臭，这样子打盖亚就很轻松。要把它摘走，赶快啦，来战场了啦！谁知道你们在哪里？盖亚战场，传送门呐、啊，哪一个、啊？盖亚战场，哦，好满呢，满吞吞的。用 TP 好了。你为什么要 TP？ 你为什么要 TP？TP，TT 看。哎。召唤了吗？我现在要盖一下这个设施，就是召唤盖亚祭坛。哎，我的鹅卵石。好。哎，观摩一下。还有一个盖亚水晶，等这个1584就射一发出去，真的会减。那这个要补充药魂，
我回去做 做一把弓好了。一二，盖亚是防弓箭的、哦。是哦，那就不用。一，你根本就不懂，对不对？你只是跟人家笑而已，对不对？不能、啊、你自己也不知道盖亚是防弓箭的，对不对？哪有？就像你之前笑我，笑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自己承认嘛？你是不是自己也不知道盖亚防弓箭？对呀，低级，低级，但起码知道我可以，我要用拔刀剑。低级，跟着人家笑，自己也不懂。靠，阿奇，你就是硬要就对，你硬要就行。我不行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啊，你很混蛋呢、欸，你还混蛋呢、欸？换成铁砖的，白痴。哎呀，中间要摆什么神奇的东西吗？因为我用的一个是导航模式，它没有自动完成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摆错方块。这有穿装、哦，有了。哦，皮革而已，皮革而已呀、啊。来，这个看谁、啊、看谁要召唤你，拿这个泰拉钢钉啊，被删掉了。哇，没关系，我再去拿一个。好险！吓死我了！他只要一个就够了吗？我还以为召唤一只消耗一个，不珍贵。哦，召唤一只消耗一个，这个是蛮贵的啦，只是我们家新增一大堆了。哇，那就不贵了，怎么弄？哦，然后你续不加右键对着这个烽火台点。有音乐！开打了，开打喽！然后打的过程当中，你没办法离场。原秘术！哦，扣！哎，那个 skin 怎么是我的、啊？它会显示每个人自己的 skin。哦，我这边是黑的哎、欸。就是镜元 skin 啊。黑化版镜元，还有黑化版小白。哎呦！然后盖亚是会自己来捣蛋，盖亚会锁伤，所以对他的伤害是有限。哎呦，在哪里？他会一直瞬移、哦，这样就不用加 BGM 啦、啊。哦，我觉得用砍的还比打雷快呢。他会飞，他会移动。哦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其实也不会痛啊，只是一直掉掉掉掉掉，会中凋零。这跑哪里去了？2400滴血。哦，2400，他在哪里？哇，他会一直出现在很多地方哎、欸。你可以预测他、哦，他通常都会传送到另外一边，就有对角的关系。对，这点要烽火台 UI。哭妈，哇妈妈，哭妈妈。这次算简单的啦，到时候有第二阶了。呼，还有第二阶啊？对吧、啊？现在这个只是守门人，哇！守门人血就这样，哦哇！血多，可是攻击力还好啊。第二阶的话会比较痛。哇，在哪里？轻松打，砍砍砍砍砍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飞太久啊！禁止飞行，用神剑扫，我要飞行，真的是。会飞啊！哎、欸，拔刀剑打他不怎么痛哎、欸，自己没了。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！我点了烽火台。我看他回个血。哦！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万剑诀！哦，他飞到哪里去了？这边。噔，中途脱离，是在这里拿个金苹果。砍砍砍！他被砍出去，然后我们又不能出去。噔，我们会被挡住。想拿个苹果，就是现在是一个脚砍一次。果苹果苹果，怎么没有苹果？我们应该一点温馨的画面，温打这个就要很温馨，这样打这个你会觉得很温馨，打这个怪物，然后放个温馨音乐，
哈！走开！还有一千，还有一千。啊哇！现在开始扣血了，先吃一粒。哇、哦！飞到哪去了？不到。咻！哇！一直跑，一直跑哎。对啊。不过 BG 也没了。播完了。BG 也打到没了。播完了。这我们打太慢了吗？什么？看看看看看不到人。会。哎哦哦呀！哎哎哎！他剩900多。哦，我的妈！哎，对，话说回来，参与的玩家越多，他血会越厚啊，所以是蛮正常的。揍打！发现我的这攻击只有3哎、欸，他会锁伤啊，没办法。我打他只有3哎、欸，三滴血，我用剑砍他一次是40哎、欸。就用极限剑吗？我用极限剑砍有40，可是你们砍都是6566而已，你们要考虑换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只是他太会飞了，砍他40 40 40 40 40 80 80 80 120 87 87 87 87 87，我砍他为什么一直他变形了？无敌模式，现在这个模式他会一直召唤小怪。看看看看看看看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看看看看看！你孙！我刀龙胆！哎！哦！龙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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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蜘蛛王，抓怪草。哎呦，剑被我砍到坏掉了，换一把。怎么吗？怎么吗？他，哎、欸，他要开始了，他要开始了。最后阶段。最后阶段，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快速移动吗？移动速度会变快。哎、欸，砍不到！哎呦，哎呦，砍到肚子饿。哦，我在中间守他、欸。我一直按到小地图。抓到你！动动动！闪花闪花！砍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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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！哦！叭叭叭叭叭叭叭！我的形状开始变得诡异。哎、欸，他这时在哪里啊？他在哪里啊？现在他伤害变比较，就是我们打他伤害比较高一点。哦！快死了！哦，一刀132，快死了！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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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一刀再一刀再一刀！快快快！哇、啊，有了有了！哒哒，我拿到了盖亚之魂了耶、yeah ！我拿到什么皮肤奖励袋？皮肤奖励袋。还有哎，盖亚之魂我也拿到了耶！ Yeah， 然后有了盖亚之魂，就可以搭配泰拉刚做出召唤出第二阶盖亚。多嘎！第二阶的盖亚。哈哈啊！啊等一下，悟性，哎、欸，拿去，在你身上，盖亚之魂，好，呀、yep ，先来补补给一下，看等一下是不是要再继续挑战，呀、yep ，等一下就再来，哎呀，哎、欸，僵尸猫，僵尸猫，我僵尸猫啊，哎呦，哎、啊，走开。有章鼻鸟啊！啊，补给机被炸掉了啦，这个要重做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？补给机啊！补给机没关系，箱子里面还有，就被那个八七白炸掉了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！啊 ，CD。哎，这边啊，哎呀 ，Diamond 呢 ？Diamond 放在哪里啊？宝石箱。在宝石箱，宝石箱在哪、啊？哎、欸，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了，有看到了，我拿一组塞进去哦。好，有了，启动了，开始补耐久。我补攻耐久干嘛？我觉得我可能要做一些黄金、金砖、金苹果。啊？哦，什么狗？
这拆掉了啦。一直升，一直升，一直升。对啊。叫装备，装备补一补。先做个完整的给。金砖金苹果。哎，乌西，你身上那一套很难做吗？我这套其实没有你们那么好。是哦，我这套是多功能，但是防御比极限装差一点。那我还是防好了。哦，比如说因为我不是技术层面的。你说我跳可以跳很高。哦呦。三连跳。跳。对啊，而且还有滑翔翼模式。滑哦，还有滑翔翼模式。可以稍微飞行。那你那个算功能装吧。多功能装，然后也有什么夜视效果啊。植物放在哪里啊？植物类。食物放植物类啊。看它是素的还是荤的。你刚。素的。我是说植物啦，吃的你们都要放在哪里，还是要直接把它吃掉好了。可以吃掉啊，因为我。可以吃掉吧。我食物也有分荤的跟素的啦。哪边荤素。等一下，我想要试一样哎、欸，白，你等一下拿重力枪吸住盖亚、嗯，然后我们这边一直拼命砍，有用吗 ？Try it 嘛，试试看嘛。好，拿给我。那怎么用重力枪？就吸嘛，瞄准之后吸嘛。哦、oh, ，你把我们家的地板。怎么把它放下去？用右键，那个用丢的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样。哦，好，那我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悟性，你吸起那个左右键都有分别哦。好啊，你按右键它是弹出去，啊，然后右键是把它放下。放下、啊，它放到哪里去了？没有，你给它弹出去了啦。右键吸起来，左键是放下。对。哦。右不，右键那个，等一下。你按另外一键是放下。左键右键？左键，你左键看一下。好，左键是弹射，啊，右键是放下。哦，左键是弹射，右键是放下。对，你这个要用弹射的啦。好、哦，等一下先把它吸起来，这好难用啊。它会自己掉下去欸。那没办法，那要用补的，那要补一补啊。它弹一弹，它就自己不见了。你可能弹到底下去了。好吧，我就用这个吸吸看，吸着它，你们就打着它。对，吸着盖亚，然后我们就疯狂围殴盖亚。嗯，看啊，我是不是还要再做个腰带？等一下，我做个腰带好吧。哎、嗯，可是它没有符文，那算了。没有符文，对吧、啊？先过去，我先过去战场。可以先打，因为我怕再做东西会花太多时间。好啊、哦，好啊、哦。来来来，这边有个看起来比较粉的盖亚之魂钉，来吧，那个白，嗯，进来，等一下，我找我看看箱子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噔噔，而且盖亚是刷经验值蛮不错的 boss 吗？是吗？我觉得他没喷多少经验给我，我刚刚吸到28等啊，就是他。是比较、啊、比较灵怪多哈。你在自己玩的时候有没有捡到女王鳞片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去其他世界。蚂蚁世界。对。哦。它这个不是自动掉所有模组的东西吗？有些好像不会。它理论上是只喷地牢箱子的东西。哦，只有地牢箱子哦。对。好哦 ，OK， 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好了没？你进来，白进来。进来啊。好了吗？OK， 我是要用这丢吗？怎么用啊？一样 Shift 加右键啊。右键。等一下哦，等它实体化的时候，你再给它困住。好，试手试试看。吸住啊！有吸住，吸住。好了，不要动。吸住啊！我有，快卡，我吸住了，虐死他！他一定恨死我们的科技进步。快点！你作古啦！砍死他！这个别不走了吧你！快！砍死你这混蛋！快！快！太子都想办法弹开哎！这到底是在玩什么？
快快砍死他！只有金元想要做鬼点子。哎，无敌模式还可以拉哎、欸。现在打不到。现在打不到他，他虚拟化了。哇！呀呀呀呀！哇呀呀呀呀呀！先杀小怪。哦。连他变形，我可以拖着他走哎、欸。这东西怎么那么贱、啊？哦，我爱重力箱，你不晓得。这什么鬼玩意儿？哦、哎，我的中音烟都爆了。加油啊！有了吗？有了吗？他过回，哎、有了有了，他变回来，变回来了，他变回来了，快快快快！他跑不掉，他挂了。死了，还有一只女巫。哦呦，我觉得什么事情都 easy 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招太贱了。那我干嘛刚刚打凋零打那么辛苦啊？然后你就我忘记具有这个嘛？哦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哎呀哎呀，所以小白，你已经知道那个东西好用了吧？什么东西都能吸，连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中介龙都不用怕，吸着他就不用跑。没有吸住，然后旁边两个一直在疯狂围殴呀！那怎么可以打很多次？哎，到底是在玩什么？我也看不懂。boss 没有尊严的，我看不懂。你以为会打很久吗？我已经看不懂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到这边要休息啦。我们下一集再知道恐怖咖会再做一些什么愚蠢的事情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